这个球是挥棒落空的三振出局，张绍庆投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一次三振。绍庆的两个脚啊，也是在做一些节奏的变化，挥棒内角的速球，这个快速球呢有好球的空间，而且张志豪也出棒失望，也有一点点肢体的动作。Aaron Boone 马上冲出来护，来解释刚刚那个局面。结果呢 ，Aaron Boone 被赶出场，然后Judge把他打去内打，又要去内角，但是飘到外角去，一样是三振出局。第一轮张绍庆投了四个三振。哦 ，chest swing， 一次 out， 三振出局，走了，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，啊，传偏掉，挥棒，三振出局，绍庆这场比赛所投出的第七次三振，速球，三振出局。结束了这个半局的攻势，但是中信在弗莱西的得点圈安打之下，1-0暂时领先。插棒被捕，三振出局。江绍庆这场比赛已经投了第九个三振，非常精彩的引诱球，三振第十次。